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5面啊，645面倒数第3行。 心得开明第34。月老为我们介绍这一品的大意。本品弥勒临止，心得开明。 无量寿经上半部是阿难当机，下半部呢是弥勒菩萨啊，这个用意都非常之深啊。佛垂示垂训啊，一者当断惑。 念佛，知苦修善，二者呢自利利他，转向真迹；三者呢从事乐过圣果啊，极乐世界殊胜的果德啊，最后欲除疑悔。 名声遍地啊！特别开导大家，要断除疑惑，不可以后悔啊！如果有疑惑、有后悔，纵然还是肯念，还是求愿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呀，再到生到边地。 这是这一品的宗旨啊！请看经文：弥勒白言：“佛于教界，甚深甚善，戒蒙慈恩。” 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 开明，这一段经文里头也有三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弥勒临解佛语，临是接受。 佛的教诲完全接受，能够理解啊佛所说的大意啊。这一句很不容易，后世学佛的人多，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纪。 临解佛语越来越少了，这个因素很复杂啊，不能怪责这个时代的众生因为这个时代众生确确实实没有福报啊，这是真的。虽然享受科技文明给我们带来物质生活的方便，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重了。 也就是我们将全部精神生活舍弃掉了。精神生活远比物质生活重要。物质贫乏，他过得欢喜，他过得幸福。今天物质生活 非常的丰足，生活不快乐，生活很辛苦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所以对于诸佛菩萨圣贤教诲， 无法理解弥勒菩萨说的话不错佛的教诫甚深甚善身自庆喜，可见得弥勒菩萨法喜充满下面是他的赞叹二百佛言：佛语教诫甚深甚善教诫，教是教诲戒是境界， 告诉我们如何把佛所教的老老实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地方讲教诫二字，鉴于位移，在会集的时候采取位移的本质。 高丽藏本、语本，这就是我们有一共5种原译本，其他的本子都做教诫有言字旁的诫运会曰，这2个字通用诫跟言字旁的这个诫，教诫的诫 通用。俱舍戒品颂疏第1卷里的书，教是教授，令人修善呢；戒是戒许，令人断恶。 断恶修善，故名教诫。所以一个是在解门呢，一个在行门。戒重在行门，断恶修善。又会疏云：教上人披下之言，戒戒语。 言彻实理，故云甚深；转凡成圣，故曰甚善。这几句话了，虽然很简单，把佛法教学的宗旨全说出来了。佛教众生体现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是什么都不要，不为名，不为利。为什么这样热心、认真、努力在教学？他为什么？世间人永远猜不透世间人有所作为，决定是名利。这个事情对我没有名誉，没有利益，我决定不做。就是在佛门做一点功德，还是这个力量在推动。我们到寺院去参观，这一根柱子某某居士捐赠的，都刻了名字在那。那说名他要到那里去，他一定看看他捐的那根柱子。念念呢不会把名利放下。那佛什么都不要，他为什么？这是世间人无法理解的。其实世间人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佛明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我能不照顾吗？不可能嘛！我们的人的身体小宇宙外面的环境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同样的复杂小宇宙不会比大宇宙少一点，大宇宙也不可能跟小宇宙多一点，真的是不增不减。我们初学佛听到这个说法有怀疑，学了这几十年呢，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白学。这个事情在人世间却是根本的问题。是哲学上的问题，也是科学上的问题。人跟宇宙有什么关系？人跟万物有什么关系？人跟一切众生有什么关系？关系不能不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自古以来讲五伦，五伦是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人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呢，不外乎这个五大类的关系。可是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没说，人与所有一切动物的关系没说，只讲的人与人。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没说，人和虚空法界的关系没说。现在还说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也没说到。这一些呢，佛全都讲到了。遍法界、虚空界，一法没有漏掉。佛说，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要从这讲起。这个本体就是自信，就是真心，也叫法性，名词很多，都说这种事情。自信真的是无一物。慧能大师讲得好，本来无一物，是自信的。自信有没有呢？有，有而无有。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自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本来无有。但是它能随缘，如果有缘呢，它能现这三种现象，也就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它能现，所以能现能生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深。能生万法，万法是自性所生。自信是真正的自己。那么所有万法都是自信生的，自信跟我什么关系？一体。既然是一体了，局部发生问题了，要不要去帮助他？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意思，自然去帮助他。道理就在此地，觉悟的人都明白。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他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你要不迷，你我他都没有啊，迷了才有啊。我们必须把这个根本搞得清清楚楚，这才叫觉悟。迷了就不叫自信了，就不叫真心了，叫妄心；不叫自信了，叫阿赖耶。啊，所以阿赖也是妄心啊，只要一迷，自信啊就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能生万法啊，但是能现能生还是自信，所现所生里头加上一个变化。 啊，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呢，第二种叫触生无尽，那个是变化。啊，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变化，变化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变化呢？念头跟着念头起变化。为什么说无量无尽、无穷无边？这个念头生灭，弥勒菩萨说的好啊！啊，我们总有这么一点概念。 啊！你看那个生灭心，生灭心是阿赖耶啊，自心不生不灭，阿赖耶是生灭心、妄心。一秒钟有多少次的生灭？1600兆。 我们不知道啊，这个生灭心就是一念迷，这个一念就是1600分之1秒啊，兆啊，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这一念迷了。 迷了，它就出现这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而这个现象呢，周边法界啊，三种周边呢，触生无尽。 含容空有，这三句话重要啊，一句都不能少啊！啊，这一念呢，包虚空，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事实真相啊！ 二摩那就第70，执着阿赖耶相分里头的一分，见分里面的一分，认为是自己。啊，我们把我们的身比作阿赖耶，执着物质什么？执着我们一个细胞。 他认为他是我，其他的呢？其他忘掉了，以为不是我，就执着这一分啊，执着无量无边的分别，无量无边的执着里头也是执着很渺小的一分啊，认为是我的心啊，阿赖耶四大烦恼常相随。 诸位晓得啊，这个四大烦恼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执着一分啊，我见我爱是贪呐，我痴，我慢是嗔，贪嗔痴叫根本烦恼。什么时候有的？一米就有了，所以这个叫俱生烦恼啊，它不是学的。从一念不觉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有了。我出现了，我跟宇宙都是假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同时出现，同一念当中出现，这个事情太神秘了。谁知道啊？佛知道。佛怎么知道的？佛看见的。佛怎么看见的？佛在甚深禅定当中看见的。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你的心极其清净，这个事实真相就被你看到了。弥勒菩萨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频率那么高，速度那么快，是他看到的，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就看电影老式的这个电影呢，是一幻灯片带动的，一秒钟24次的生灭，我们就看不出来了，这眼就不灵光了，看不出来了。现在一秒钟1600兆，你怎么会看见？那么我们就想到，那是多么细的心，才把它看出来，假的所以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他就见到阿赖耶了。华严经菩萨的界位51个，是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加上等觉，51个阶级。八地51个阶级，最高的5层。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心清净到极处，能看到阿赖耶，就是看到自信的迷雾。最初的迷雾，就那一念之差。迷没有原因，悟也没有原因。你要找原因，你永远不会觉悟，你永远找不到迷的源头。只有什么都不着了，让清净心现前，豁然看到了。有心看不到，无心看到了。所以这个事情不会是假的。见到的人太多了，所有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全看到。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看到。佛法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相法时期，相法是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禅风特别殊胜。啊，他传到中国，相法开始，相法1000年了。啊，大概是到唐朝时候，相法期间呢，啊，到唐宋啊。 后头元明清末法了，入了末法了。啊，我们看禅宗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啊，修禅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再加上教下的大开元解，啊，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啊，密宗的三密相应，这些有成就的人合起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于3000人。 这3000人都见到阿赖耶，他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对于阿赖耶这个事情，通通清楚啊！这就这么多人做证明啊，这哪是假的呢？啊，至于净土念佛往生。 人数就更多了。这2000年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肯定超过10万人。啊，你要晓得，这些人成就了，他都去做佛去了。我们今天明白了，一定发现要迎头赶上。 啊，我们不能堕落，不能在人后面了。啊，他们已经成就了，我们还没成就，努一把努力，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情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理论。 方法、经验，这部书里头通通都有。我们要迎头赶上，这一部经就够了，不能搞多，不能搞杂。啊，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能成就，大概就是搞得太多，搞得太杂。啊，心不能专一。 啊，所以心是散乱的。啊，这一生我们如果还是用散乱心，也就是妄念很多，思想很复杂，那这一生我们依旧不能成就。啊，我们一定拿出勇气出来放下。 念佛法也放下。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舍就是放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佛法里头啊，只取一门，其他的要放下。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这叫符合戒定慧三学。 啊，听话就是持戒呀，一门就是修定的，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开悟了。啊，不必求开悟，到时候自然开悟了。这个法子妙绝了，凡夫成佛不难，难在你不听话，你自己的这个见解就是成见太强了啊！相信自己，不相信佛菩萨，当然更不会相信祖师大德啊！结果自己吃亏了。 如果带着这种疑惑念佛，这一品经后面讲的，生到边地啊，不能入品啊！啊，在边地还要耽误500年，这500年。 见不到佛，闻不到佛法，谁在惩罚你？没有人，自己迷惑颠倒所干的。啊，佛法当中，无论什么境界里。 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你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呢，那你罪过就重了啊！越往下坠越辛苦啊！啊，所以要晓得啊，要了解事实真相，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问题。 决定在自己，不在外面，不在佛菩萨，也不在经典。啊，自己错了。啊，所以我范围包括非常之广。 啊，善也如是啊，懂得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啊，佛的言语，言彻实理实是真实。 现在人讲的真理啊，字字句句话都是真理，所以讲很深呐、啊。佛的教诲，字字句句都能帮我们转凡成圣，这叫成圣，圣善。 这甚是佛啊，确实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去做佛，这大善呐！法音广披，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 啊，法音是佛菩萨的教化、教学。啊，我们一般人称它为讲经说法。啊，而佛菩萨所表现的，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 身行言教啊，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这叫身行呐、啊。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80年，啊，给我们表演的是八相成道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八相里面第一个相，入胎。 啊，入胎里面含的很深的意思。摩耶夫人的胎教这一点不能疏忽，要是没有意义，怎么能说八相当中的第一相呢？ 啊，第一项是从斗率天下降。啊，第二个就是入胎。摩耶夫人的胎教啊，出胎，跟一般人不一样。 一出胎的小孩，刚刚生下来就会走路，走了7步，那手指指在上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说这么一句话，所以有很多这些学者们，啊，看到经上有这句话。 释迦牟尼佛很傲慢呐、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那个我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我，我们现在讲的我都认为是我的身，他不是的，他那个我是常乐我净里面的我，那是真我。 不是假我佛经上解释我有8个意思，其中最重要的2条，第一个就是主宰的意思，第二个是自在。啊，我们今天执着这个我，无论是身，无论是心。 有没有主宰？没有啊！啊，自在更没有了。自在就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那叫自在啊！我们不行啊，我们受很多影响啊。 啊，所以对佛法不明了的人太多了，批评的人太多了，没有把它搞清楚，随便说。啊，如果这个说的人在社会上有影响力，会误导很多人。啊，这叫造业，造业肯定要受果报。 国报现前，后悔莫及。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确实甚深。啊，我们了解之后，真的了解了，念头转过来。 啊，这念头一转什么呢？原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他那种大慈大悲就放出来了，就放光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他没有爱的，没有不爱的，而且是清净的爱、平等的爱。啊，清净的爱里面是什么？里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平等的爱。清净的爱没有染污。啊，就是那个里头，爱里头啊，没有贪嗔痴慢疑，是清净的。这个爱里头没有分别。啊，为什么呢？万物是一体。 这叫大慈大悲，啊，慈悲是爱。为什么佛不用爱？爱里头有情执，那就不清净；爱里头有分别，那就不平等。啊，慈悲是清净的爱，是平等的爱，啊，是真正知道。 万物跟自己是一体的爱，啊，这是诸佛菩萨之大爱呀！自己要真做到啊，做不到冒佛菩萨的名字，这都有罪呀。 大爱你没有做到，你要用大爱这个名字就有过失。啊，大爱是佛，菩萨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叫甚深。 圣善啊，讲经教学，普世的教育啊，一切人都来听。佛平等，没有分别。当年在世，佛教学不分国籍。 也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啊，也不分贵贱，男女老少，只要肯跟他学，他都是同样热心爱护，啊，来教导大众。普令闻者，啊。 借蒙慈恩呐，啊，蒙佛的慈悲教诲，解脱有无，把烦恼化解了，忧虑化解了，迷惑化解了，脱离烦恼。 脱离六道，脱离生死，这些是有苦会疏远，解脱忧苦者，得闻要经。 血流浪忧啊，宝诞法落，脱生死苦也。下面念老有简单的解释，意思是说，得闻法要，这个得闻要经，要经就是法要。 啊，佛法里头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叫法要。啊，核心的部分。啊，我们刚才讲的这最重要的。啊，自信阿赖耶，能生万法，莫那执着阿赖耶的见分、相分里头的一分，非常渺小的一分，认为是自己。我是这么来的。你了解事实真相啊，你就把这个我的执着放下了。你还没放下，你没有真的了解，真了解决定放下。为什么错了？那什么是我呢？我在此地告诉大家，也不要讲太深，太麻烦了，讲不清楚。我告诉你，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问题整个解决了。这个话有没有过分？不过分。为什么呢？自信弥陀啊，唯心净土啊，他怎么过分呢？阿弥陀佛是不是自信心？是啊，一点都没错啊。一切诸佛如来自信心的，一切十法界自信心的，一切六道自信心的，一切地狱也是自信心的。那我说自信弥陀，哪里是错呢？我今天要离苦得乐，我今天要回归自信，我就用这一个方法，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你真的能解脱，你真的能往生啊，真的能成就啊！我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人怎么样？完全看成是自己我是佛，你是畜生，行吗？这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有这种念头阿弥陀佛看到畜生。他本来是佛，佛眼看一切众生全是佛，就成佛了嘛。菩萨眼睛里看一切众生全都是菩萨。决定没有分别。他迷的时候，佛菩萨直生怜悯心，同情心，赶快帮助他断一身心回头是岸了，帮助他了。决定没有怨恨。做父母看到儿女不孝顺，不听话，不学好，还会生气佛菩萨不会父母为什么还会生气呢？父母迷惑，没觉悟，佛菩萨觉悟了，明白了决定不会生气。佛菩萨所表现的肯定是《还原观》上讲的四德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的细心观察，它流出来的就这四德随缘妙用唯一有责唯一是教化众生身心如何制止代众生苦示现在这个世界，这就是代众生苦。世间是怎么回事？他完全明了。啊，他有苦吗？他没有苦，没有苦乐。但是他像舞台表演一样，他要演得很逼真。啊，表演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身教啊，言教、身教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自己已经圆满了，已经成佛了，啊，是为众生。 啊，这就叫带众生苦啊！所以听经闻法，他能把重点掌握到啊，得闻要紧啊，听到佛法最重要的部分，觉。 流浪又流浪什么？六道轮回。明白之后啊，再不去流浪了。他要表演流浪，要从流浪里头回头。 这是佛教菩萨了啊！为什么要去流浪？不流浪，不在六道里搞轮回，六道里头就缘就没有了。流浪在六道，六道众生跟我通通有缘。 啊，是去结缘去的，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跟你有接触，啊，给你点点头，或者瞪你一眼，都有缘。啊，广结法缘呐！啊，然后再实现修道。 住在深山，几十年不下山，啊，都做出这个榜样啊，给人看了。啊，饱尝法乐，也是实现。 实现什么呢？古人所说的“士味哪有乏味浓啊”，啊，佛法里面的乐是真乐，人间天上之乐都不能比。学佛是个快乐的事情啊，不是受苦啊。 啊，世间人身心不正常，他要什么样才快乐呢？啊，他需要刺激，啊，需要服毒，他觉得服毒是快乐啊，打吗啡是快乐啊。 啊，它是那种的路，那个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你的身体、精神都受到损失，但是他还是乐此不疲呀、啊。那个法乐呢？哎，不用这些，也不要这些毒品，也不要吗啡。 比他们快乐多了，幸福多了，啊，发落啊！啊，发落里头没有明文理呀，没有五欲六尘啊，五欲六尘、明文理养里头的落，里头的享受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它从外头来。 啊，离开外面，它乐就没有了，它苦就来了。它不是乐受，是苦受。啊，佛法里面乐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永远不断。啊，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啊，孔子所体会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那是法喜啊！外面来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看那是快乐，志同道合的啊，到这边来访问，来分享心得啊，这很快乐。 啊，这个乐跟不亦乐乎的乐，它能够结合成一体，它不冲突，真乐啊！啊，有朋在一起，交换心得、分享，很乐；没有也很乐。啊，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没人知道你，没人来访问你，啊，他还是快乐啊！啊，这真乐啊！《论语》第一章就是读书乐，行道乐啊，除生死之苦。 真正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下面这一小段呢，佛为法王，尊超群生啊！佛为法王，《法华经》越王品，如佛。 为诸法王，如来于法自在呀，故称法王。天台宗有这么一个传说：智者大师。 诵《法华经》，送到药王品入定啊，在定中呢，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呢讲《法华经》啊，前面正好有个位置空着的，他就坐在那。 听完之后出定了，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一会呀、还没散呢。是不是真的？我们相信智者大师不会说妄语。 不会骗人，真的。为什么时间是假的？你在定中能够看到过去，能够看到未来。过去、未来全在当下，时间没有了。天台山在浙江，灵鹫山在印度，居力没有了。时间跟空间是假的，定中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现在讲空间维次，能突破空间维次。释迦牟尼佛还在讲经。也就是你回归到他那个一刹那，你进入跟他同时的那一刹那，你就见到了。理上讲得通事上我们就可以相信了，就不会怀疑了。智者大师有这个缘分，这意思告诉大家，人人都有这个缘分。只要你把心静下来，你把妄念都洗掉，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些的秘诀没别的，就是他们能够至心一处。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把心置在阿弥陀佛这一处。智心在阿弥陀佛上，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事也是阿弥陀佛，看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真叫左右逢源呐！念到这样子，才叫做功夫成片。你念佛功夫成一片了，只要功夫成片，你就决定得生净土。什么时候去，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等于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签证就拿在手上了，你随时可以去，自在无碍呀。没有到功夫成片呢，你签证没拿到想去还不行。所以这桩事情不必求人，完全在自己。古大德说得好，世间事情最难的求人难，登天难，求人难，这求自己。求自己不难哪有做不到的道理？法华譬喻品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这是师尊自己说的。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王是什么意思呢？王是自在的意思。你与一切法没障碍了，没有疑惑了，得自在了，这就称为法王。那么今天有称法王的，他与法有没有自在呢？与法没有自在，不能成法王假的，不是真的。古时候这些法王，帝王封的那个可以，帝王封他的，不是他自称，是别人对他尊敬，称他为法王。天台大师说，这叫名字法王，名字经不是真的。天台讲六级佛，名字即佛，有名无实。从名字即向上提升，叫观行即佛，他真修，他真干。观是直观他真修从观行再往上提升，就相似，叫相似即佛。相似是谁呀？十法界里头的佛，在我们看起来很高很高了。十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宝庄严土的菩萨，我们称它叫法身菩萨。天台大师称他们叫分真即佛，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为什么？都是破无明正法身，也就我们常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真佛，不是假佛。不起心不动念，决定平等。为什么叫分正呢？他没有证得究竟圆满，也就是说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掉，他还带着习气，所以不称得做圆满。分正佛有41个位次，从初住到等觉，通通叫分正佛。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掉了，他叫圆满佛了。华严经称为妙觉，圆满佛了。证到这个位次，他就不住十宝土了。他入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是自性，在这个位次上圆满回归自性，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好像是个大的循环。你看最初一念不觉，从自性里面迷了出来了，后来经过这一大圈，又回头又回归自性了。这是一个大循环。那么大循环里的，我们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本来没有问题的，这是凡夫，凡夫有习气，这回归自性呢，会不会还在迷呢？这个疑问是富楼那尊者在《楞严经》上向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他还会不会再迷？问这么一句话，啊，佛的大佛不会再迷了。为什么？他完全经历过了，他了解了，啊，永远不会再迷。啊，回归到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怎么起的作用？众生有感，常寂光里面的妙觉如来，自然有因，感应道交，比十报土的法身大士还要殊胜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回归常寂光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它什么都有，只是无缘不现。大乘教里面讲隐现，无缘它在隐的状态，什么都没有；有缘它就现境界。人生万法啊，所以于法自在啊。啊，尊超群生，群生呢指小乘出国以上。大乘初地以下，这叫群生。哦，小乘初果以上，大乘是初地以上，初地是别教啊，华严是原教。华严是初住以上，啊，这些都是断惑真理。小乘是断惑真理，大乘是明心见性。啊，这些圣人呢、啊，佛为九界导师啊。众生中尊呢，故曰尊超群生。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是导师的地位。啊，导师在现代教育里面指导教授，这称为导师。另外呢，校长称为导师。啊，不但他教，他要指导。啊，跟一般的教授不一样，一般教授只主管讲授某一个科目，啊，他没有负指导责任，啊，指导你的方向，指导你的目标，啊，所以导师是在一般教师里头最被尊重的啊，就众生众尊，佛之光明，彻照洞达了，无有极限呐、啊。故曰：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啊，光明表智慧啊，也就是说明佛的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智慧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我们多读圣贤书，能不能得智慧？多读圣贤书，能够感染圣人的智慧。我用的这个名词“感染”。 圣人智慧影响了我们，我们智慧没升起来，这个要知道啊。但是我们有信心，有理解的这个智慧。 跟他接近，是他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什么时候，他的智慧把我的智慧引发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叫豁然大悟啊！ 我们看到《六祖坛经》上记载的，慧能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大概是讲到1/3，没讲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大彻大悟这是什么呢？就是用经典、六祖的智慧这个五祖的智慧，把六祖迷惑打开了，把他的自信的门打开了，让他自信的智慧流出来。 这是导师这不是普通老师导师要有这种能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也得要自己功夫成熟了老师才有办法诱导你。 破迷开悟断疑生信如果你自己迷得很严重习气很深，佛菩萨来教你都不行，都没用处。所以印祖讲的沉静就大有道理这个我们要学早年我们在台中学经教，李老师也常常告诉我。 观机施教，这个人一定要细心观察他，叫观机。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你用什么方法教他？小乘根性用小乘法教他，人天根性用人天法教他，不能太高，太高不能接受。 太低的呢，他不欢喜一定要切他的心啊，他才能生欢喜心啊，慢慢帮助他向上提升，这就对了啊。首先契机，他生欢喜心了，他学了正管用，他就欢喜学习啊，逐渐的在提升。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了不起啊！真正慈悲啊，除非他自己放弃，他不想学了，去学外道了。这前面讲过的，那个没法子，那就随他去吧，各有因缘啊。他要真想学，决定不会放弃。 啊，老师要带他，要帮助他。啊，这老师有智慧，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啊，这是赞叹化身菩萨以上的。啊，普通人做不到啊。 又净言素品，光明彻照，自福殊胜，大空无极，自智殊胜。这个解释的好，光明彻照啊，是福德了。 怎么称道福德？光明是智慧啊！以智慧来对待一切众生这是布施。 布施里面的法布施，《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法布施的功德。”所以说，自福殊胜。 底下一句“大空无极，自智殊胜”，再大的福德，向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福报无比殊胜，十方诸佛世界都比不上啊！ 极乐世界的注重，对西方极乐世界一丝毫贪念都不起，这就是自知殊胜啊！为什么呢？他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西方极乐世界有相。 十报图有相，方便图有相，同居图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常寂光没有相，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无论什么境界，不起贪心。 啊，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人对万事万物，要真的没有控制、没有占有，也不想支配，没有这些念头，他多自在呀！他就得大自在了。这智慧殊胜啊！我想控制他，我想占有他，我想支配他，通通是分别执着。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智慧就没有了。智慧一定要知道，所有现象不可得。楞严上说的两句话：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这个要懂得深深体会到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千年”，你就明白了。对于所有现象里头是如如不动的。别人拿这些事情来向你请教，来问你，你给他们的解释极高明而道中有，你肯定是这样的。你像今天我们遇到的人，来问道的人，头一桩大事情，担心的是灾难。我们怎么教他？我怎样教自己，就怎样教别人。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确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这个佛号要怎么念，教他。原理佛讲的太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相分是从见分来的，有见自然就产生一个对象，能见就变成一个所见。所以能现可以改变所现。这就说明意念可以解决物质环境。那今天物质环境出了问题了，用什么解决？用念头，用善念。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外面环境全改了。你得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怀疑，它就起作用了。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听着佛说这行吗？这不合逻辑，这不合科学，好了，都不相信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这个话，科学家相信了。年轻的同学，你们好学，多看看近代科学家的报告。凡是讲到就是探索到宇宙的起源、生命的缘起啊，这一切万事万物的缘起，讲到这些地方，你把这个报告这一部分拉出来，跟佛经对对看。 十之八九都相应啊！看多了，我们对佛经所说的就相信了，它被现代科学证实了底下又有一个解释：佛解无极曰，敏感十方啊。 有缘四摄，名无穷极。啊，名，这是属六字洪名。啊，为什么名感十方呢？十方诸佛都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知名度就高了。 十方世界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啊！十方如来也都会把这张名号讲清楚。阿弥陀佛是意思是什么？自信觉啊！这一句名号完全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 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要翻成中文是无量觉。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自己说明，说这个意思。阿弥陀两个意思：无量光，无量寿。 啊，光是智慧，寿是福报。光是空间，寿是时间。时空之内的无量无边的福慧，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自信，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啊，统摄一切万法。你念这句名号，一法不漏，完全报了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84000法门，通通在里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啊，所以是敏感十方有缘四摄啊，就被阿弥陀佛摄受啊！啊，什么是有缘呢？你能够相信，不怀疑，这就有缘；你能够理解，这就有缘；啊，你能够真干，你就决定往生。 那就缘成熟了啊！我信他，我理解，我们有真干，这一生未必能往生，但是你跟阿弥陀佛已经有缘了啊！换一句话是，你虽然没有往生，六道里头无论在哪一道，阿弥陀佛常常照顾你。为什么有缘？ 啊，什么时候真想去了，无论在哪一道都去得了，这真不可思议啊！啊，是名无穷极。念老教我们两劫合参，啊。古大德的两种解释可以合起来看，这大空无极，表自知究竟，通达第一空，彻证离体，是为大智啊！自知究竟通达第一空，第一空是自性是真心，它是第一贤首过死，望境还原观把它列在第一，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是第一空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称第一义空是什么是？为什么叫它空呢？它里面任何现象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能显所有现象它都能生都能显称为第一义，彻证离体，这叫大智。为什么能证？自性清净心里头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慧能大师见性之后他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这意思。自性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不缺，这什么都能显没有缘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有，叫空空如也有缘的时候什么都能显没有一样它不能显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他显的彻证就是明心见性了，这是大智自性般若现前，自性般若在阿赖耶四分里头叫正自证分没有正自证分，你怎么晓得有自证分？古人因为这个很难懂，就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怎么讲法？什么是自证分？什么是正自证分？古大德拿一盏灯做比喻，晚上把灯点着了，这灯是灯就是自证分。那正自证分是灯光，你看它又照见灯了灯点燃了，它自己照见灯了那个照见就是正自证分正自证分是自证分里面的智慧，叫光灯光这个比喻比得很好灯光还照这个自己的灯所以叫真自证分80、51心所通通都有四分，这讲得很圆满这叫殊胜。普度十方有缘众生，无有穷极，是为大悲也。啊，佛有智慧，圆满的智慧，又有圆满的慈悲，因为他要帮助十方有缘众生。这有缘两个字很重要啊！古大德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不是佛慈悲，不慈悲。什么叫无缘？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他不能理解，这就没有缘了。 啊，只要是有缘呢，那不分你是哪个国家人，不分你是哪个种族，也不分你的文化背景、你的信仰都不分。啊，只要你能信、能解、能行，佛就会全心全力帮助你。 啊，佛法教学就这么一个条件啊，就有缘呐。啊，无有穷极，佛有智慧，佛有大德啊，所以他没有辛劳。 我们看起来他很辛苦啊，啊，他自己很清净，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辛苦？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有辛苦，他完全没有，所以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一天讲到晚，没说一句一个字。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所以如来从体其用，悲之必运。我们今天供佛，当中供一尊佛像，两边是两位菩萨，代表是什么？从体其用，佛是体，啊，佛代表常寂光，佛代表自性，自性什么都没有。 啊，起作用就有了。作用再多，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智慧，一类是佛德。啊，佛慧双修嘛，佛成二足尊嘛。啊，那两个菩萨。 一个菩萨代表智慧，一个菩萨代表福德。啊，智慧是解，福德是行，解行相应。啊，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代表行，代表福；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 代表解啊！你看看，观音菩萨排列的在阿弥陀佛的左手旁边，大势至在右手这边。啊，我们中国人左边为大，左边是客位，右边是主位。啊，主人在下面，客人在上面，啊，贵宾，啊，这是什么呢？净宗法门把行摆在第一，节摆在第二，重视念佛了。 这一句名号就不得了啊！啊，你看《华严经》三圣啊，华严的摆法跟净土就不一样了。文殊菩萨在这边，代表智慧；普贤菩萨在这边，代表行门。啊，华严是智慧在先，行门在后。这就是你一看。 这佛菩萨的表法就晓得，这个法门，它重智还是重心啊？当然，行解都要重视，里头有轻重差别啊。净宗特别着重行门啊，行门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净宗不解没关系，只要你真心、真干，完全不知道无所谓，到极乐世界就知道。 啊，它跟其他宗不一样，其他宗不解行就难，一定是依照清凉大师所讲的四个顺序：信、解、行、证。啊，这是普通法门，84000法门，啊，都是这样信、解、行、证。啊，净宗法门不是的，他把行摆在第一。 啊！你进门就叫你念阿弥陀佛，一心诚念，能解更好。什么人需要解呢？对净宗有怀疑的需要解啊，因为解帮助你断疑生信，它用于在此地，真信了，解不解没关系了。 我真信，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念佛，肯定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啊，就这就行了，啊，他就决定得生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天天听阿弥陀经，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自然就开悟了，啊，所以净宗的解行是放在极乐世界。 啊，在这个世界上，净宗什么人需要解呢？弘法的需要解。啊，你因为弘法了，有很多人怀疑，你不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他不相信。所以这个解不是自己的问题，帮助别人，这个道理要懂。 啊，可是解得越深，你的信心越坚定，啊，你的愿心越恳切，他肯定帮助你在极乐世界提升品位，啊，这是肯定的。 如果真正把阿赖耶那一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这个世界用心不一样啊？为什么？全放下了啊，你的心行跟自信全相应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不是方便土啊，不是同居土啊，那是得理业心不乱啊，跟禅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 啊，所以有缘分结，还是应该学习。啊，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